是来自树德科技大学气管系的学生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Candy Fragrance 创业竞赛。Candy Fragrance 是什么呢？ Candy Fragrance 就是糖果般的香水，我们把它取名为香水胶囊。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就是因为市面上的香水都是瓶瓶罐罐，且一瓶只有单一种香味。我们就想说，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变换不同的香味呢？于是我们又跟一颗小小的胶囊做结合。好，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是尤朵拉行动宠爱服务站的创业计划报告。因为现在生小孩的比例逐年在下降，而且都市化的一个原因，也让一些商业大楼还有住宅区一直在盖，一直在盖，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，分而饲养的就是取代养些宠物来博取心理上的情感。然后我们尤朵拉的出现，就是创造一些贴心的服务，还有一些主动接近人群的。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，然后会让顾客会有全新的感受。他们宁愿选择养宠物而不愿生小孩的时代已经来临了，但我们很多一些比较长者啊，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啊，他们就选择说，我结婚不一定要生小孩，那我们出去在外面啊，我们有宠物陪伴者啊，也总比一些有小孩陪伴者好，因为宠物它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讲话，或者是不小心的打他一下，应该还 OK 的。加热水放在地上不哑光吗？很轻松又不麻烦的加热上啊！目前参加的状况跟推动的成效怎么样？比如说，在我们在我是气管系的老师嘛哈，那在我们树德科大的管理学院里头，我们有一个实习制度叫做 Tapping 实习，舞蹈的时候，全部每一个班级全部普测，所以呢，你大一做一次，大二做一次，大三做一次，大四做一次，你总是会知道说，哎，哪一个职场职务是你应该哈，就是比较有兴趣的一个方向。会真的就是要有经验才会赢人家。这是我们平常的工作地方。觉得是公司提供的特聘实习学生，对就业来讲是一个帮助，是因为多少有帮助。那就是本公司嘛，就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可以学习到这些思维。其实学习的话，就看你自己，每个人都好像不一样。跟正职人员及主管方面的互动是怎样的状况？其实大家相处都还蛮融洽的。同学，那我们这次的专题指导教授是王昭雄博士。欢迎上跟农场环境进行组成棍的因素分析，然后使聚客效率提升。然后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组的报告，谢谢。Thank you.
还是能聊。Yeah.